第三课，说中国话。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一个中国人。我说中国话，你说中国话，他也说中国话，我们个个都说中国话。你们会说中国话不会啊？会，我们会。你们会，我们也会，所以你们跟我们，咱们都会。你是中国人不是？不是，我是外国人。你是哪国的人呢？你是从哪儿来的人呢？我呀，我是从美国来的，所以我是美国人。他从英国来，他是从英国来的，所以他是英国人。英国人说英国话，美国人说美国话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么说，英国人说英文。什么叫英文呢？英文就是英国话。我说英国人说英文，美国人也说英文，英文、美文是一样的。你们两国人说话是完全一样的吗？不，不完全一样，不是完全一样的，只有一点儿不同就是了。什么叫中文啊？中文是什么文呢？中文跟中国话有什么不同啊？没什么不同，没有什么大不同，中文就是中国话。那么为什么又叫中文又叫中国话呢？有时候说中文，有时候说中国话，有时候这么说，有时候那么说。什么时候这么说，什么时候那么说呢？那我不知道了，我两样都听见过。我想大概是这么样的，中国话是说的，中文是写的。哦，懂了，现在我懂了，现在我才懂。